Hello，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我是阿龙啊。欢迎回来我们的边缘世界正式版魔者生存第三季魔法世界的时刻啊。那今天这一集呢，我稍微的决定规划了一下我们这一集要做什么。那首先呢，我们上一集救的这个应该是冰冰的老爸。那然后呢，我们这一集就要为他做个房间，那顺道了打通这一边了啊，不然我们这个指纹地呢要走过这一附近呢，要我们要绕一个大圈过去啊，所以那为了方便呢，我们就把这边给打通吧，那然后在这边呢做一点防守的设施这样子啊，那稍微的我们先挖掉这刨空这一边的山，那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外头呢做一个城寨关口，我们做一个防守的地方啊。那这边呢，就是已经开始在种东西了。不过、啊、这个、食物来的速度还是有点慢了、啊，所以我们也派个人去狩那个动物吧。那、其实野猪我们要不要驯服个鸟子？虽然不能说帮忙搬东西，但至少野猪生的速度还算蛮快的。那到时候让他帮我们生一点手作，我们拿来当后备粮食吧。火鸡我们也可以养一养啊，哦，也火鸡可以生蛋嘛。慢慢来，我们想做的事情还很多嘞。OK， 那这边是这两只骷髅兵啊，在种树啊，那慢慢来，让他们种个树。那这边我是快快的种这个，这个橡树啊，就这边种一点橡树啊，那是避免说没有不够木头用啊。要买的机械？不对。我们这个中世纪给我们这个零件真的没用啊喂，我们也是挖掉吧。你既然你送给我们，我们就挖掉。啊，这边还有一点银矿啊。好的，那暂时就先这样子。很多人都快饿死啦。我们先采点莓果吧，应该有莓果是吧？没有。哎，这边有一点点了。这个冬天持续的时间有点长了。那我觉得说顺道我们再用一个农田好了。多种点食物，那就不用担心说食物不够了。不过这边这一块农田就之后再说。那因为这边呢有这个石头地，我要挖泥土，然后沿着这个铺泥土下去，让它变成这个可以种植的泥土才行了啊。所以我们这边的事情还很多有的做啊。那我们就先维持个1000个的泥土。等我再升一级之后呢，我就再用死灵死者烧身的再叫一只不死者来帮我们做事好了啊。居然是自行驯服，好，也不错了，也不错了。我们有一只公的，有一只母的，那这样就我们就可以生手山羊啊。然后这个山羊还可以骑啊，所以还算是不错的啊。那工作的时候拿来骑的话，至少出远门的那个会比较方便一点啊。那这边呢，我们就再圈一个种植的地方吧。那这边我们呢来种个考虑到粮食的问题，我直接说。草莓我们能种吗？草莓，这个是树吗？这个是什么？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鬼，应该是植物，观看植物之类的呗。那我们就种个南瓜好了。中世纪说到，中世纪的话，基本上就一定有南瓜的份啊。一定有南瓜的气氛啊。那我们这边呢快要挖通啊，那我们这边就挖个
等他这边挖好吧，我们之后再慢慢去快挂这边的房间是怎么着。那也要留一点空间呢，这样人可以走出去啊。喏，怎么好像抖了一下？你们不，哎，哦，不是，肚子饿的问题解决了哈。好的，乌龟那些什么的都有，怎么会有一只爆炸鼠啊？好的，那这边就慢慢来吧。刚刚升了一级，我就点了这个记忆不是这样，这个克罗宾走路快一点。现在想想，应该是先点这个等级啊，死灵超等级，多交一只帮忙作死啊。那有点选择了，不过等下一集吧，我们等下一集升好之后再决定。不过说起来有没有机会，再出一对情侣啊？喂，敌对的母亲的祖母，那你？就情人啊，你们两个快点可好吧啊！好，这棵树我们就再等它大一点，长大一点就把它给砍了。那至于仓库这边呢，我就觉得好像也是东西太多，有点说。放不完了啊，这个木坪，所以这边的牢房啊，可能之后可以拆掉，做成这个仓库。那然后牢房的新的牢房啊，可能就会坐在这边了啊，这个矿坑那边了啊。慢慢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啊。那这边挖好了，那稍微的我们打磨一下这个，打磨一下这个表面啊。抛光，然后呢，我们这个一二三，就在这边圈一个房间哦，又有这个魔法图文的呢，那边了哈，可以，在外，看看有些什么东西送给他们，就不要太多东西也挤着我们家里了啊。那同时也要看一下这个卷轴啊。那我们小兵啊，那个大蕉啊，要买这个卷轴啊。有些人的大蕉要买这个卷轴，所以就顺道看看会不会有这个卷轴买吧。好的，那这边社交技能最高选手，小姐。来看看哦，法师技能坠级月轮，召回一名魔法师，与我创造一个连接火元素位面的枪口，创造一个临时的月圆，哎，还蛮不错的呗。哦，这个有点像是这两招，应该是一个像萤火，一个像空调那个放热器那样的一个东西吧。一个可以垂的，增加热量垂冷的，一个就是可以释放这个热量，变凉快一点这样子啊。不错不错剥皮。召唤，召唤一名召唤师，可召唤一群可爱又蠢萌的剥皮。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这个剥皮啊，没有这个，不是没有这个剥皮，是没有这个召唤师啊，可惜啊，可惜啊。之后如果有魔法师来的话就，买给他吧，这个还蛮贵的啊。我们挖到的一些翡翠了，因为用不着这么多，我们就卖点钱吧，换点钱啊。那之后我们也要买一点魔法药剂，之后就看看说。之后应该有些地方也有用得到啊。我们这个冰冰的那个大蕉，肢体再生那是要用到魔法药剂啊。生命之泥可收集两瓶魔法药剂，然后在手术上像卡选择病人上想要再生的肢体啊。好的哦，驯服了一只猪，一只母猪，一只母野猪。好的。那就驯服它，
训虫吧，嗯，好的，那暂时就是先这样先啊，这边打磨完成了，那我们就来盖一个房间吧，老样子的是木头墙啊，是个，那然后这个床直接复制一张进去啊，不对，这一张直接拆掉吧，反正是品质较差的。好的，那然后，这个错了，我按错了，是这样子，木头好，这样子就行了。那然后呢，这边做了一扇门，那这边呢，我们再挖掉一点，那这边我们做一个医疗室在这边吧，那小伊娜也升级了，哎，怎么没有按到它？我们先学个头脑侵蚀吧，奎摩比较快一点点。那这个房间就等他们做好了，不过做的事情也有点多的是。泥土怎么摆在里面来了？看看应该是原材料土堆。土堆堆肥、活化剂、堆肥、活化剂，好，行。泥土这边就让他们慢慢的挖，那这边就等做一张床，那这边呢，我们就挖出一个这样子的空间出来吧。那这边也是老样子的，要挖掉了。那这边呢，可以再做一个小房间。那然后呢，这边就做成出去的地方。那这边呢，就做这个医疗室啊，这个空间。做的事情有点多。那我们先放个让他们做一做吧。OK，那我们就是成功了，挖出了一个这么大的空间出来了。那这边的外墙啊，就防守了，我们先放一放。我们先把这个，医疗师先搞定了啊。那首先是这个，医疗床的部分，这个再做一张回去。那然后呢，这个箱子呢，就老样放在这边。那这个医疗室呢，大约这么，其实也不用这么大一个啊，那差不多就好了。那这个不对，是 J S H，好，这样子就行了。那这个冰冰的老爸，这个房间还没有这个灯啊，那就做一盏灯给他。这边怎么是木头的？随便吧。好了，有一群平民，哇，你们这群平民也太众目睽睽了吧！而且好像还有一个是死灵法师吗？这个头盔是剑士的意思吗？剑士，这个应该他不给我们看吧？我们，现在要叫所有人起来吗？准备战斗。好吧。快也快早上了，那他们也差不多过来了啊，来先准备一下。好的，那骷髅兵两只呢？哇啊，对，这一只我上一集应该忘了说，后来我才发现龙呢，它是剑兵啊，近剑手啊，不是弓箭兵啊，所以难怪说，我就用私底下玩的准备材料的时候被袭击啊，被这个龙追咬的时候，发现说怎么射来射去就射不中敌人呢？啊，原来是因为他是这个近剑的啊，射击技巧技能是零啊，所以就变成说难怪会打不中的情况了啊。好了，那这两只就先过来准备。哦，哇，他直接全送过来耶！你也够凶的呀啊！哦，被射中啊，一滴。好，那洛拉冲啊，拜嘎冲啊，冲啊！
冲啊，露娜！哎，要过来，要过来，要过来！哦，那是什么攻击啊？哇，射不死他们啦！你看看说有没有办法啦？可以抓一只两只的，还不错的敌人可以去啊。哦，射，你自己射到自己也好痛啊！什么？他死掉的时候会有一个爆炸的效果，但我又没有受伤呢，所以这就是神奇了啊！到底是怎样？啊，行了，状况解决，我们又捡了一堆这个武器啊。那为了把这些武器啊转化成我们能用的资源呢，我们就来做一个铁匠自炼炉，自炼。那就是把这个装备重新用回成这个铁啊。那虽然可以有点巧，我觉得是这个我们要换一个位置才行啊。对，这个确实做我们暂定先放这边啊。来，这个我们放这边吧。那然后这边也给他一张凳子吧。哎，我们的木头用光啊，还真快啊。看有你的武器呢，先拿回武器吧。嘛，随随便便拿个锤子吧。我突然觉得说，我们这边的这个杀伤力变好高啊。那这个敌人都基本上就是被我们打死的多，有三次没有死啊，夜猫子限量，道具啊，刀锋舞者，你单纯只会打，我又觉得说也太美味。太微妙了一点啊！那这一只会种田，会烹饪，不过素质有点低。种植虽然有六啊，不过特性方面，我觉得说，也算还好。所以这一波的人呢，我们就无视他，不管他。这个就拆掉吧。我觉得说我们这边呢也可以。先挖个地方出来啦，做这个牢房啊，不然这个牢房做不出来啊。我们要扩张我们的这个农田，不是农田，是这个仓库。那这边我们先砍点树吧，我们的木头都用光啊。那应该原因就是，拿去做这个地板跟填这个原料关系啊。钟乙醒之是宝石，木化石，木化石我也没有再用了，所以给我那个东西我也没有用啊。野猪发狂，那就派出两只，两只骷髅兵，剩那只猪怎么？哦，在这。一个哦，他进来啊！你跑什么啊？你也有武器的呀？啊，不对，那个是我自己，应该说我在跑什么？哎，你的武器没了。来，杀死他。那你的武器让你拿回来吧。啊，随随便便拿个军刀，好了。搞定，我们又多一只猪可以吃了，对不对？不错不错。那这边这个位置就暂时先这样子放置一下。我们最主要是没有这个资源去收你。来你怎么会这么频繁的来两次袭击啊？不过没问题，我们这边撑得住。好的，你龙也拿了这个武器了吧？好，所有人走出去。
那预计他应该会这样子要过来我们这边吧。那然后我的这个伤口呢，就靠维拉帮我放个治疗了。哦，可以隔着这个墙壁放诶，哇，这个有点厉害。我猜他可能应该是兵分两路的打啊。是不是留在最后方？那然后，冲啊，骷髅兵，go go go！那然后我们也不能站在一起啊，站在一起应该，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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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我们就试个毒，这一只。那然后呢，狂鬼的招式射到了那么远了，啾啾啾啾啾啾啾。好，然后小兵使出你的兵箭术，在他身上。哦，不痛。变成鸵鸟啊！这是什么变化术吗？还蛮好笑的这一招。好，维拉有在治疗啊。好，上面的这一只就被我毒倒啊。哦，还有几只在那边啊。我们就要尽快的处理他们了。变成了，不愧是永久的吧？还好不是。喂，我要扣我的狗狗啊！哇，看你们这群人呢，最爱就是爱打我。人不打就是爱打我们家的狗啊！是谁杀死的？我不管你们哪一个，我不管你们哪一个有更好的技能了啊！杀死我们家的狗啊！我们家的狗狗那么可爱啊！反正就直接送你们两个升天了啊！就这样子吧。那也没办法，这只狗狗。这只狗狗我们就不要，不会这么快就宰了吧？我还想说去埋葬它的。你们这个工作效率好像有点高哈。好了，那这个暖炉先关起来。那我因为有热量的关系，我们先关掉这个暖炉。那再增加放一点这个蒸发蒸汽。这边可能要放两个就是了，慢慢来。那这个呢，我们就熔炼盔甲、熔炼武器，那就把这些比较差的装备武器就给熔掉吧。好的。那其实一半以上，我们掉到一半以下，其实也是可以把它给用掉。不过，那就，22岁解救成交。心理变态贪心。有个工作没扩，不行。好的，怎么有一个人死在这个床上边？没了。来放个痣，是要更多的法力值，需要60法力值，有点多，这个范围补，这个狗狗我也不小心说把它给宰了，不然其实还是蛮想说去埋葬它这样子的。这个心情不好就暂时让它，不好吧。好了，那我们来去转换一个心情来做这个牢房。
那老板，我们这边再挖一点，就直接坐在这边了，坐小小一间就好了，不用太大，快20了，这么夸张？我们家的确是没什么东西吃，就是。好，那这个零是硬质的，硬级，我们把这个农田给收一收吧。那这个放牧区域这边我忘了去调啊，不然我是怕说这个会吃这个农作物啊。那虽然这边也是有一点草，不过这边这么多草，你们应该也吃不光了吧？你们这样子还吃得光的话，比较害怕哎。好了，那这里面呢，正在放一个蒸发气氧气。降温啊，降温啊，阿姐阿姐，那这边呢，我们就来做个，诶，这边这样凳子怎么是歪了？在这边，好，那我们来做一支冰箱法降温，粗糙的魔法原石有，翡翠有，钢铁有，应该是我们要有智力的人。要智力够才能去做这个事情，哇，这就有点麻烦了。那我们只好训练一下冰冰老爸了啊。训练一下他的手工能力啊。冰冰老爸应该哦要锻造，好。那品质差的也没关系啊。反正我们。经过袭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拿不少的材料啊。品质差一点的也可以接受，可以接受。King 这边呢，搬酒，那然后呢，我们这边随随便便的砂岩墙壁。那这边我们再挖一点哈，我们从这边走进去，那里面呢再挖新的两。那外头呢，就放一个箱子去放这个药草啊。放这个药草，来治疗这个，治疗这个骷髅，骷髅。冰箱法杖，好，来看看哦。法杖呢？是这个吧？那我来看看该物品的制作振作。小兵刚好睡了，来，小兵。那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东西可能是有点像弓箭那样子，可以远距离攻击，但只是放一个冰属性的攻击这样子吧？有没有动物可以让我试试？好，这边的钱我先捡走了。这些武器我就拿回去宰，拿过去用一用吧。大晚上好像比较难找到动物，好，那之后再说吧。这边就让我们骷髅兵稍微的挖一挖。至于说这边还差一点点才升级啊。没等级可以创造的不实者争议，其实我有点害怕说这个会不会不够这个魔法魁魔的速度追不上这个消耗啊。所以我猜可能3至4只左右，可能是直线，也不一也不也说不定啊。好了，那这边呢，我们。慢慢来，这个等了这边完成了，那之后我们搬过去。我们的骷髅兵很忠心的在挖这个泥土啊，这个事情先暂时放下，800多块泥土应该足够去铺这边了。我们之后要研究一下，先研究一下这个土壤改良吧。终于升级了，有得食。那来升这个，施法良好扣，
趴。好，来，我就来再叫一只尸体吧。那我之前是看到有一只，好像是这一只吧，这个手工有9。这边的呢，叫这一只单纯守卫我们这也好像不错。明明是不死者，但有圣骑士的能力，又是什么呀？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强，能力特别强的啊。那就暂时先不叫啊。好了，那这边就好了。那我们呢，这边就抛光一下这边，磨光一下这边，那也是你差不多等于抛光吧。啊，那这边打磨一下，那这边可以做几间的这个房子了，几间这个牢房啊。好，兔子来。那然后呢，这边呢，你看我们欧白改骑着这个山羊，在工作，不错。两个宽就好了，不用太宽了。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打，拆掉这边，这边挖掉，然后再拆掉这边。直接连这里也拆吧，我们做成岩石的墙壁。狗狗的睡觉点也可能要改一改才行啊。尾巴被撤掉了，我们狗狗可能外头的睡眠点还是直接把它给拆了吧，让他们直接睡在这个动物小屋那边好了，避免那么多的麻烦了啊。好，沙岩门做一些给他。那然后这边呢，随随便便的沙岩，中间应该要留一根柱子，以防这个东西会掉下去。不对，是这个天花板会掉下来。那你为什么打？因为是食物不足吗？啊，是中暑啊，完全没注意到。救援他车啊，已经去了啊，好。没注意到这边的温度啊，是我的错。如果可以让他们喝水来降温的就好了。OK。好的，这边天花板盖起来，行了。那加大了的窗户就完成了。那之后再把储存区域拉下来就可以了。那这个室内的温度，这边工房这个温度还是有点高啊，所以稍微的对应这个状况，我们这边再做一个放液器。那这边的温度算是在这个可视的区间内。这个冰块也要再重新开始做了啊。好的，那这边这个就是我们的牢房区域了。那小小的一件就好了，这样子又好像太小了。考虑到你们这群来攻击我家的人了，还要这给你们这么好的条件，你们应该要感受我了。Iron of 铁矿哦，还蛮远的吧？好，那就不挖太深给他了啊。小小一间牢房啊，不想要住那么狭窄的地方啊，就老老实实的快点加入我们这样子啊。好的，那这边呢，气温呢也降下来了。这个月亮实在是有点太惊人了，这个效果。好。
我忘了去预定这个通风墙的位置啊，不过没关系，可以。就做这样子的三眼，一个、两个，然后再做这个三眼门。一二三，诶，啊，不对，这样子，好。这样子，这边还可以再多穿一个房间了啊。那这一块就暂时先不要做，那等他们把这边都抛光好了，再把墙壁给填回去。还可以。黑暗的环境啊，我都还没做好啊，你怎么这样？玻璃心哦，怎么这样就不爽啊？啊嘛，不爽是可以了，但你不要崩溃嘛，大大。算了，我不吐槽你了啊。OK，那这边我们呢，古卯是应该是增加法力象限。练爪增强，降低消磨。好，这样子就行了。哦，这边应该再用一个，之后还会再增加房间的。这边应该换成这个通风墙。那这边呢，你做一个箱子。那这个箱子也是放那个，也是放这个药草啊。好的，那你。把这个给做下去，完成这边先。开始觉得说这个不死者太优秀了，完全不用吃饭，完全不用担心心情值的问题，实在是太优秀了。找一季我们来玩这个不死者角度好像还不错啊，全部都是死灵法师，然后啊。用一堆教木，教块一堆的死灵帮我们做事，这样子感觉好像也有蛮有趣的啊！夜浪结束啦，日得食，终于是不用太热啦。OK，好的，那这样子就一个存进去。那其实应该不用担心这个会掉下来的关系啊，这边左右的距离应该没有超过10个，其实不用太担心就是。那就做了，就暂时先这样子吧。好啦，那我们仓库也扩张完了，那这边也扩完了啊。小兵你还 OK 啊？大丈夫？击中74帕，然后要丢回去才行是吗？我们让兵兵来放个治愈，可以吗？哦，失败。feel 好，放了一下魔法之后反而升级了，不错不错不错，再申诉，随着时间推移可以继续工作，甚至恢复到受伤之前的生态的状态，可以治愈身，只能治愈身体的伤口，并无法，并且魔法再生以彻底，不是毁掉的身体部分。有点理解不了他在说什么。脑干鱼，哦，这个不错，这个点满，哇，这个大部分的疾病都可以治疗，哎，哇，不，太强大，太强大。50概率的失败，这个之后也要点满这边了啊。至少不会失败，这个是重点了。洛拉，你怎么骑着这个羊跑来聚会啊？这是什么状况啊？好了，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啊，就先到这边结束了。那谢谢你们收看，我们下一集《Venver 边缘世界》的实况再见喽，拜拜。